演绎体验全堂的蔡文静。哇，你这个 title 就很不错哎。是因为演的角色基本上都是甜甜的，对对对，就是角色里能够体验很多，就是谈恋爱的快感。哦，但主要是因为我特别爱看恋综，而且我特别喜欢就是按摩的时候看，做足疗的时候，现在不都是有那个屏幕吗？哇，你的敏感度高好高啊，这是。然后技师一边说，我也觉得他怎么这个男的，哎呀，哇，这个男的好，然后就好开心，好开心，我就特别治愈。问江俊霖，哎，文静，你冷静。昨天我都答应了这里会做早餐给他吃的，我明天给你做。没事，我早一点。做饭好。一个秘密，现在还没人知道。哎，丽丽知道。那你告诉我。好吧，一位新进小屋的男嘉宾。说真的，惊讶吗？我不相信你、啊，现在我真的不相信你。我怎么不真诚吗？因为你刚骗我吗？刚骗我吗？好好听、哦。你这是偶像剧情节。我刚刚说新的男嘉宾是真的。是真的。是真的，我也不知道是谁。我是即将入住小屋的新嘉宾。有限约会的机会，我想约你一起。那你有新的男嘉宾是吗？是的，真开心，好羡慕。咱就是不知道。哇，加油！我觉得他是一个男模。男模，那一定很帅了。Abercrombie and Fitch 的那种。期待一下。没有想到王震约的是那个巧薇，你那么猜来猜去都没想到。Hello， 谜底马上要揭晓。什么谜底？你今天去干嘛？我今天想做自己。老王突然收获了好多疑惑的目光。嗯。嗯，但是王好像，我感觉王好像今天是搜我的。嗯，我感觉王是搜我，感觉应该是。有一种可能，首先老王昨天没有敲我的门，那他有可能是想敲你的。没有，但是他没有敲任何人。有可能他没有敲任何人，因为老王昨天和探没有。你觉得会这样？想太多，人家已经约上了，并没有，人家高兴着呢。他们宁愿相信没有敲任何人的门，也不相信敲了巧薇的门吗？别猜了，问一下，好直接，猜啥呀？好直接。哎，苏苏真的变了耶！嗯，而且他明明是期待跟王震有更多互动的，他现在勇敢的去问说你跟谁？我觉得还挺好的，挺好，我也喜欢这样，喜欢这种，他调节的也很快。嗯。你今天去哪儿玩呀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啊？啊。你不是说做自己吗？你自己不知道你。对啊。去哪儿做自己？对。你想问什么？我可以告诉你啊。现在就是你是我们的一个难题，难解的题是一个。对，你是我们的谜团。要攻克的一个点。什么难点？什么难点？我昨天晚上约了那个 Pam。呀，全场。他说我像一个台湾的女明星。对。你是喷蚊子。哦，喷蚊子。对，我拿驱蚊粉。聪明。他很容易被咬。他很容易被咬。显得你了解。我才了解他。我穿长裤了。不、哦，看到头了吗？不、啊。更好看啊！更好看啊！哦，是彩虹吗？这块什么七彩祥云吧？我突然看到了七彩祥云，哇！你看到中间有个爱心吗？哦，好像还真是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这前面一块是不是？就是，哇，是那种七彩祥云的感觉。真的是七彩祥云。嗯，这也从老来了吧？啊？这么明显的征兆吗？这就是意中人要来了，脚踩七彩祥云，倒着走，走，是倒着走，太晒了，而且倒着走不也很好玩吗？
好像早上晨练的大爷大妈是吗？啊，你这样你倒着走，我正走。啊，他俩好同频啊，很舒服。他们的同频其实于静阳的配合有很大的对成分在。来，往你那边再去一点。对对对，再来点。他都不知道，我知道，好浪漫哦！哎呀，这个小细节还挺，动人的，会照顾。对，你约看看海吧，心里就特别治愈，很安静。哇，不行了，累了，走不动了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正好有个小摊儿。哎，好的。我坐你那边。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？啊，这个问题我已经答过一遍了。答过我没听见。啊，好的。我喜欢幽默的、聪明的、有边界感的，差不多吧。你们好具体。冷点凉吗？好一点。冷吗？不冷了，这天气刚好。鱿鱼好了是吧？虾感觉也好了，吃了。我烤，你们吃。别一会儿烤大。别选。你吃吧，这个虾应该好了。行。你喜欢吃虾吗？嗯。来，再给你一个吧。我对虾还就相对一般点，你再吃一个。谢谢。好适合苏苏呀。可以和前任做朋友吗？这个对苏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哦，前任。嗯，这是选择题哦，能或不能。我应该是不能。为什么？好的前任就应该像消失了一样。好的前任就说好的前任吧，就说互打扰，各自开始新生活。你呢？你当时怎么答的？你猜一下。不能，能，都不对。啊，还有第三个选项？你怎么不告诉我？本来是没有第三个选项的，但我两个都选了。哦，分情况是吧？对。我再想想还有什么题。别想了，别想了。认为爱一个人是否意味着毫无保留的付出，是或不是？不是。我看我选的什么？嗯，你选的是不是？但你先说你为什么选不是吧。因为我觉得就爱本来它就不是一个毫无保留的事儿。而且健康的爱肯定是先爱己才有爱人的能力，知道怎么爱自己，然后你才会以更好的方式去爱别人，就是这个方式一定是对方希望的一种，他愿意接受的一种方式。一旦爱得太满的话，一个是会给彼此压力，另一个其实你有时候会迷失自己的。所以我觉得爱是我爱一个人，然后我愿意付出，这个付出是不图回报的，就是我爱你所以我这样，而并不是我想让你爱我而我去爱你。对，所以当你把这个付出掺杂了太多努着去使的这个劲儿的时候，其实已经会在你付出的行为里会留下一些情绪，一旦你积累起来，你没有下意识得到对方的反馈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会造成矛盾的。嗯，很健康，错，真的喜欢，又喜欢了，蔡文静又喜欢了一个，让蔡文静进去吧，不错。接触下来我觉得杨洋是很细致的一个男生。杨洋得意了。哦，你慢点，没事。我还随身带纸巾，随身带包纸，这是我都不会带的事儿。我吃虾可能我就没有那么讲究，饿了我就会直接用手剥虾，还会拿一个手套让我戴上手套再开始吃虾。
很细心啊，很多细节要照顾我吧。我觉得今天的约会还是比我预期中轻松舒服自然很多的一场约会。你看两个合适的关系，对方也马上就能看到苏苏身上的独特性。嗯，然后苏苏在这样的一个对的关系当中，他也能够把自己的那个爱人的优点就出来了。就是这个男孩于静阳对他的那些照顾的小细节，他是感受到的，他全看到了，他都能感觉到。嗯，对对对，同意。但我最近就是，我总是会觉得，不管是就是这种前任也好，或者说你不喜欢的人也好，就生命是流动的，可能你曾经很讨厌的一个人，他身上有很多东西刺痛了你。但随着十年的时间可能改变了他，他变成一个和缓的人，可能大家真的是能够就又重新去接受他，对，又重新相识于江湖。就比方说如果我的另一半他的前任，我不会一定要求他必须要这个人你要在你生命中消失了，你可以把他归于普通人的类别，但啊，很多年后我们可以一起去认识他。就我是觉得足够长的时间是可以冲淡很多东西的。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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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留下来其实我觉得都是你美好的经历吧。说前任应该不应该消失，而是我们有没有能力让前任消失啊。即便是前任消失了，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一些现象啊，你还仇恨，你还遗憾，甚至你还把他和你的现任进行比较。对对对对，那么哪怕你的这个前任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，但他其实还在你的精神里情绪里，所以你要有能力让他消失，跟你是不是拉黑他删除他，这是两码事。对，很多时候我们缺的是这个能力。对的，对，说的对。每一段情感的终结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好事。驸马 HH、哦、礼物还是什么。走吧走吧走吧，这个是给你的。哦，马哈哈还是马憨憨憨憨憨憨字太难写了，你可以打开看一下。但我看到你今天已经买了水杯。对吗？我跟小高一块去了，我买是给你的。是吗？是的。好了，不是我早上有看到他出去买东西。 Hello 哈。然后他拿进来的时候开了一个杯子，然后我当时蹭了一下，因为我也给他准备了一个杯子。我想说他自己出去买了，好像我送的东西就重复了，但是没想到他那个是买给我的。对品。果茶。你前面这是果茶。对，这用绿茶作为基底，然后加蜂蜜和橙子。他说过他喜欢喝绿茶，把绿茶作为基底，然后加入一些水果，再加上蜂蜜水，让这个茶更加健康一些。哇。看他俩不像在看约会，像高手打架。过招是吧？对。我们今天去的地方我觉得应该会是你喜欢的，可可种植园。哦，这里还有可可种植园。去做巧克力。哦，今天倒给我了一点惊喜，就是他知道我喜欢巧克力，但我也没有想到这里可以有巧克力的这个可可果园，没有想到。他们俩好多 call back 啊，别人的一句话在他这里是有意义的。坐吧。这个呢就是我们制作巧克力的一个材料，可可果，可可豆。一只手托着它，用一个木棍从中间的位置敲打它，裂开能徒手掰开的感觉就可以了。你小心点啊，你小心点啊。我打到你的手。嗨。它很硬哎，没事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呀呀！哦哟，我要借助这一，你好厉害！要趁他不注意，跟那个他说：“你看那边。”哎，哎，我觉得庞博这话如果是在约会当中，我就会觉得很加分，对吧？就是男生的那种幽默。但我就不行哎，我会跟他比谁好笑。吃来了，我进来了，给你拿点吃的。要把这东西写，小宝宝的面哦。吃一口面，先吃一口，
剩有味道的东西可能马上就会调节一下恋爱的状态。嗯，你把它放在这边，我先缓了。好，那你有一根水还，我陪你一会儿。没事，你先下去。嗯，真的可以吗？我还是很想谢谢他，一直问我说需不需要我陪你一会儿之类的。当时就不想我这么狼狈的一个状态让你一直看到，我就说不用不用不用，但我心里很开心。买药吗？这有预设药吗？预设药有啊。老马的状态也很真实，就是一直在跑步的去帮他做这做那，做这样这样。我进来了，可以买点药。不要这硬水，我晕车完之后喝点这个，它会有点恶心，就是有点苦哦。多喝点水，东西也吃了，药也喝了，没问题的。缓缓，很快就好起来了。可以了，就拿回去。好，我休息会儿。好，那我就打扰你了，那你休息会儿先。他会太闷了，你拿下去吧。那先休息会儿。我想问你，昨天晚上你跟我说的，其实你感到，你感觉到我是我有给你有一点压力吗？还是小江直接问了，他好直接哦。比如说其他人，他们都想我们都走在一起，对，或者是什么活动，我们都是一起做的，你觉得这样不太好吗？对，昨天是因为，因为我也有想过这个，今天是第四天吧，我们在一起，然后。可能我们不是每一个活动都对啊，在一起都几乎都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对，就是体验感有一点，就是很怪，对，怪，这不自然呢，对啊。我就觉得我想跟 Calvin 一组，我就会去跟他一组，对啊，没必要旁边的人来想我的心思。我也是这样想的，我不想就是我自己还没有想好的时候你就把我推给他，因为我注意到你说话比较少嘛，大家就会觉得好像我们两个人是真的很 into each other。 对，但是我们刚认识对方嘛，就是不是很长的时间，对，就不用有压力，对，没有压力。之前看过其他女生的朋友圈吗？也没有。你就一直看我的朋友圈啊。如果今天不准你看我朋友圈，你会看谁的朋友圈？苏苏的。你好啊，我觉得你挺好的。你让我想想，我今天想看谁的朋友圈？我今天想看，让我想想，我今天想看嘉荣的朋友圈。其实我也是啊、哦，对。那我今天我也想。那就这样。好。